晨晨，哎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哥，你怎么过来了呀？哇，洗这么多衣服。前几天不是下雨吗？然后就堆了很多。堆的呀。啊，对。那，你把你手给我看一下。啊。你的手。怎么了？我的天哪，这手咋这么红呀？搓衣服搓的。这洗衣服很正常呀，光哥。都这样的呀！哎呀，我的天，你看，这还正常。我的天，这手背都是好好的，这手心这么红，都这样的呀。哎，这洗衣服太辛苦了，真的。你洗这么多衣服，哎呀，我看得好心痛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。你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，晨晨。嗯。晨晨。嗯。我真的不想再看你再这么辛苦了，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好心痛啊。要不，晨晨，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做我妹妹吧。嗯，峰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叫你鹏哥，本来就是你妹妹呀。是啊。嗯，那个。哎，你看这做不完的活，我想你幸福，晨晨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这么辛苦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嗯，鹏哥，嗯，不然我们还是先进去做吧。可以。嗯、哎，鹏哥。嗯。你提着一个箱子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啊，当然是带你出去玩啊。啊？是今天吗？不是吧，我什么都没准备好呢。还准备什么呀？不用准备了，过去了，我都给你买新的。那怎么行呀？不对呀，红哥，你跟我说的不是今天呀。我也没说是今天啊，大小姐。你怎么这样啊，吓死我了。晨晨，你真的太可爱了。那你提着一个箱子你干什么呀？这个箱子、嗯、我是想着吧，你从来没有出去玩过，你肯定是没有行李箱，所以就给你拿了一个过来，这样方便你装衣服啊什么的、不用啊，我有背包，而且你这个箱子这么大，我也没那么多衣服带呀、啊、哎，这不光是衣服啊，还有洗漱用品啊，鞋子啊什么的嘛。再说了，谁说这个箱子就一定是带东西出去啊？就不能是到时候给你买一大堆新的让你装回来、嗯、是吧？我不听你瞎说了。我去把衣服洗了做饭了啊。哎，我没有瞎说啊。我帮你洗吧。嗯，快吃吧，哥。哎，那个冯叔叔和阿姨他们呢、嗯、不回来吃饭吗？哦，他们今天不回来，我爸爸有个朋友过生日，他们去吃饭去了，去吃生酒。哦，这样。对，来，鹏哥，你快尝尝，你看你能不能吃这个？这个不就是鱼腥草吗？啊，对，也叫折耳根。今天我在外面扯的，你看你吃不吃的习惯呀？哎，我吃过的呀，我爸妈可都是四川人呢、啊。让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吗？什么名字？他叫还有一个名字叫猪鼻拱。猪鼻拱。是不是觉得四川话很土呀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这个名字他一听就很有画面感，可以想象以前那些放养的猪啊，肯定就喜欢吃这个，然后用自己的猪鼻子就这样去把它拱起来。哎，那个太搞笑了，不要快吃吧。是这样的吧？快吃吧。嗯，晨晨，嗯，其实很多方言都很有意思的，而且一点都不土，反而是相当的好听。相当的好听。嗯，有吗，鹏哥？哎，我跟你说一个啊，你知不知道荷兰话说下雨是怎么说的？嗯，不知道。叫滴星，滴水的滴，星星的星。滴星。怎么样？嗯。哇，确实蛮好听的，鹏哥。很有画面感吧？嗯，对。是不是相当好听？哎，对，就像星星一颗一颗往下落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这个画面感。那如果说用荷兰话说的话，那要该怎么说呢？这个，打雷了，地陷了，赶紧回家收衣服了。是这样说的吗，红哥？
差不多吧。还有我们四川这边的，你应该都没听过。你知道雨伞怎么说吗？雨伞，嗯，就是雨伞呀。叫撑花，撑伞的撑，花朵的花。撑花，嗯，我怎么都没听过呀，鹏哥，我都四川人耶。你就说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嘛？美不美嘛？美，确实。是吧？鹏哥，你怎么懂这么多呀？晨晨，我再教你一个杭州话。你还会杭州话呀，鹏哥？你这么厉害呀？想听吗？啊。嗯，哦，和稀泥。和稀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你帮忙？不是，哦，和稀泥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嘛？这个我不告诉你。哎，你跟我说嘛，鹏哥，真是吊我胃口。因为这个不能告诉你。哎呀，你说嘛。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快示范示范示范。嗯。鹏哥。哎，珊珊。你怎么把箱子放桌上面去了？这不是给你买的行李箱吗？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你快打开看看吧。鹏哥，你不会又在箱子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吧？哪有什么东西啊，你打开看看你不就知道了。嗯。怎么样，晨晨？喜欢吗？嗯。来，晨晨，我这个人的嘴比较笨，很多东西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，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意。晨晨，你能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嗯。你看看吧。还有一个手链，哎呦哎呦，我的公主怎么看起来像要哭了？我来帮你把项链戴上吧。嗯。哎，来把项链给戴上。好了，晨晨，你转过来让我看看呢。嗯，好看，什么东西到你身上都那么好看。哈哈，你看看，看看你喜不喜欢。鹏哥。嗯，那你送的我都很喜欢。不是，你要不喜欢的话我们还可以拿去换的。没有，我真的很喜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你这么说我太开心了。所以哥，嗯，我现在算是正式的做你的妹妹了吗？来，这当然是了。